hello，大家好，欢迎嚟到 DSC Concept Learning 嘅第五十集啦。今日我哋就会讲一讲呢侵蚀作用形成嘅一啲嘅香港地貌嘅。咁喺开始之前啦，大家记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记住 follow 埋我哋嘅 IG account 啊，因为我哋嘅 IG account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地理资讯啦，去帮助咁多嘅同学嘅。咁今日我哋就去开始啦。咁首先啦，讲一讲呢外部作用的一啲种类先，系啦 external process。 咁第一個咧就係呢個 denudation 啦，就係磨蝕作用啦，其中咧就包括咗風化作用啦，而風化作用裏邊咧就包含我哋上集講過嘅一啲物理風化啦，同埋一啲化學風化嘅。然後第二個咧就係呢個侵蝕作用，咁嘅侵蝕作用咧就係包括喺波面上水嘅一啲嘅侵蝕嘅，咁陣間會詳細講下啦。然後第三個咧就係呢個嘅快體移動啦，mass wasting。 然後第四个啦，就係呢個嘅搬運作用 （transportation）。咁 Trans 呢幾個 process 組合起嚟咧，就係呢個嘅 m o s 蝕作用啦。然後另外一種嘅外部作用咧，就係呢個 deposition 沉積作用。咁其中啊，就係包括河流啊同埋海岸作用咧，都係有出現呢個沉積作用嘅。 咁啱啱咧就提及過呢個嘅侵蝕作 erosion 啦，咁、e、可能有同學仔會分唔清究竟啊 weathering 啊同埋 erosion，即係呢個風化同埋侵蝕咧有啲乜嘢嘅分別嘅，係啦，咁侵蝕作用咧其實就係將呢啲嘅風化物將啲 weathering materials 啦係移走，係啦，帶去一啲其他嘅地方嘅，係啦，令到佢係遠離翻去風化嘅地方啦，咁呢個就係 erosion 啦。咁 erosion 有邊幾種啊？就啱啱講過啦，係波面上嘅水侵蝕啦，或者係河流侵蝕。 再唔係呢，就係、是、海岸侵蝕，係呢三種嘅啫。跟住再講下香港嘅一啲外部狀形成嘅地貌啦。其實喺香港嚟講咧，波面上嘅水侵蝕呢係非常之容易揾到嘅。由於有好多唔同嘅有利因素啦，第一個呢就係、是、呢個 a t m o t i c factors，就係呢個嘅大氣因素。咁由於啦，香港嗰個嘅年雨量係都高噶嘛，係啦，有個 high annual rainfall 啦，大約就係呢個二千二百毫米啦。 咁同埋啦，香港嘅氣温咧，其實係令到佢有一個潮濕啦，同埋炎熱嘅氣候嘅。咁呢兩個嘅氣候咧，其實係有利呢個嘅化學狀嘅，同埋喺高温底下咧，礦物都變得更加之容易去溶解嘅。除此之外啦，高雨量咧係提供咗更加多嘅水分啦，去作一個嘅化學風化嘅過程嘅。因為上集都提及個水分咧。 系化作裏邊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媒介嚟嘅。第二個嘅有利因素呢，就係呢個嘅岩石種類喇。呢個嘅化作同埋侵蝕，即係呢個 chemical r e n d e r i n g 同埋 erosion 呢其實係經常出現喺呢個嘅花崗岩身上嘅，喺呢個 granite 身上啦、啊。咁啊個原因就係花崗岩呢，其實係個晶體比較粗糙啦，係 c o a s e granite 啦，同埋呢。 係包含住咧好多唔同嘅礦物嘅。咁呢啲礦物啊，就包括喺呢個石英長石同雲母啦、c o a r t z feldspar 同 mica 啦。咁其中咧，呢、這個長石同埋雲母咧對抗風化能力咧係比較弱嘅。除此之外啦，花崗岩咧亦都係充滿住節理嘅 m e l t r a t e r 啦。因此啊，嗰啲水分咧係非常之容易可以透過呢啲咁樣嘅節理咧滲入去呢個花崗岩嘅弱線裏邊嘅。 的可以 s e e p through the joints 啦。再加上咧，花崗岩裏面包含咗一啲嘅風化能力比較弱嘅礦物啦，所以就會導致呢啲嘅水分咧更加之容易促進呢個化學風化作用嘅。因此啊，花崗岩咧就可以提供呢足夠嘅風化物咧作一個嘅波面侵蝕。第三個有利因素呢，就係、是、因為有呢個嘅風化層出現，有呢個嘅 r e d layer 啦。 啱啱提及過喇，呢、这個嘅長石同埋雲母呢，佢一個抗食力呢係比較低嘅，因此啊，嗰、那個化學作用係會比較容易出現，並且會形成呢個嘅化學風化嘅。咁啱啱提及過嘅化作用呢，其實有好多種喺裏邊嘅。咁啊，詳細呢，由於喺上一個影片呢就有提及過，所以就唔喺度再去複述一次喇。咁由於喇，有大量嘅化學風化出現啦，所以就會製造一個比較深厚嘅風化層嘅。 又或者又大嘅名咧就叫 regolith 咯，呢啲嘅風化物咧就會容易被表面徑流咧就呢個 overland flow 咧去侵蝕嘅。第四個有利因素咧就係缺乏咗植皮，當個土地咧變得裸露嘅時候啦，就會缺乏呢個植物嘅根部咧去找緊呢個土壤嘅，即係冇咗嗰啲 vegetation 嘅 r o e s 之後咧就好難 bind soil tightly 啦，因此啦。 下渗咧系会减少嘅 infiltration 嘅下降啦，同埋呢个嘅地表径流呢、這个 s e r v i c e runoff 咧系会 increase fine 嘅。咁冇咗植物找紧泥土啦，咁因此呢，一啲松散嘅泥土呢就会好容易俾一啲流动嘅水呢去侵蚀啦。跟住落嚟呢，就讲下呢个波面上嘅水侵蚀系实际上点样去侵蚀香港的一啲地貌。 咁第一個要講呢，就係、是、呢個嘅 raindrop erosion 同埋呢個 sheet erosion 嘅，即係呢個嘅雨滴侵蝕啦同埋片狀侵蝕。所以講一講呢個嘅雨滴侵蝕先，因為雨滴嘅下降速度呢就比較快啦，有一個 high 嘅 velocity 嘅。咁所以啦，當啲雨滴啊滴到落去呢個地表嘅時候啦，咁啊土嗰啲泥土啊就會俾呢個衝力打破咗，係啦，嗰、那個 momentum 呢就會打破咗啦，就令到呢啲嘅土壤呢。嗰啲。 泥土嘅粒子啊，係啦，火粒呢就會向外咁樣飛濺，係 spread over 啦。跟住啦，呢啲向外飛濺嘅火粒呢，就會填滿咗喺個土壤裏面嗰啲空隙嘅。咁填滿咗之後啦，就會導致个呢個嘅 infiltration 下滲呢就会下降。然後不斷重複呢個過程啦，就令到。 個土壤咧達至一個飽和嘅狀態，係啦，saturated 啦，咁就會令到咧呢個下滲作呢就會不會出現㗎啦。接住落嚟啦，呢啲咁樣嘅剩翻嘅雨水啦，就會喺呢個地表上面流動，就稱為片流嘅 sheet wash 啦，就令到咧呢啲咁樣嘅松散泥土呢，就會一次過帶去下坡嘅位置啦。 第二個要講呢，就係呢個嘅 real erosion 同埋 gully erosion 啦，細溝同埋呢個沖溝侵蝕。咁一啲係江旱嘅季節啦，波面上嘅植披咧就會被移除嘅，係啦，dry season 裏邊嗰啲 vegetation 呢就會 remove 啦。咁由於江旱啦，裸露嘅地表呢就會出現一啲嘅裂縫嘅，一啲嘅 cracks 嘅。然後呢啲水啦就會沿住呢啲咁樣嘅裂縫呢去流動。 繼而呢，就會加深同埋擴闊呢啲嘅裂缝 w i d e n 同埋 deepen 呢啲咁樣嘅 cracks 啦，因此而形成一啲嘅 real 細溝嘅。咁呢啲咁樣嘅細溝呢，係會透過啱啱講嘅嗰啲水流呢，繼續去呢個加深擴闊啦。然後當好多條不同嘅細溝結合起嚟嘅時候啦，就會形成呢個嘅沖溝、溝裂同埋啦。 由於嗰個土地已經攞路咗啦，因此喺攞路咗之後呢，其實個植批呢已經好難去申請翻噶啦，所以呢，其實係會不斷有利呢啲咁樣嘅沖溝呢，係不斷發展，咁同埋啦密集嘅沖溝呢係會導致引致一個嚴重嘅土壤侵蝕嘅，有一個好嚴重嘅 s o i r erosion 啦，就會慢慢呢令到成個 area 成個地區呢，慢慢變成一個嘅劣地 bad land 嘅。 原來喺香港呢，其實大家喺呢個 Castle p i a 青山呢，其實係會揾到呢個嘅 badland 嘅。跟住就講下呢個河流侵蝕作用點樣形成香港一啲地貌啦。咁一個少少重温啦。咁河流侵蝕嘅作用呢，係有唔同嘅方向嘅，而其中呢，就包括呢個嘅溯源侵蝕啦 h a r i t Erosion）、垂直侵蝕 （Vertical Erosion） 同埋 lateral erosion 嘅質食。咁而 種類咧就係、是、有分水力作用啦 （hydraulic action）、磨蝕作用 （abrasion）、磨 Abr 耗作用 （attrition） 同埋溶解作用 （solution） 嘅。咁而相關嘅地貌咧就會係包括一啲嘅瀑布啦 （waterfall）、Water fall, d s 跌水潭 （punch pool）、急流 （rapid） 虎、虎穴、l e 交錯山嘴 （interlocking spur） 同埋一啲嘅 feature v a l l y V 型河谷嘅。 咁而香港呢一啲嘅 example，例如就喺呢個嘅新蓮潭瀑布啦。咁新蓮潭瀑布呢，就係由一啲抗食力較高嘅角粒岩、一啲 conglomerates 咧去組成嘅。又或者喺呢個嘅銀礦灣瀑布同埋急流啦，亦都係呢，由一啲嘅抗食力嘅岩石咧、岩物咧去組成嘅。唔係啦，河流侵蝕作用亦都係會形成唔同嘅河道水系啦。 包括系呢个树枝撞水系、方格撞水系同埋呢个放射状水系嘅。而放射状水系咧喺大帽山咧，其实系会发现到嘅。跟住讲下呢个海岸侵蚀啦。咁海岸侵蚀喺香港嚟讲咧，就主要集中喺呢个香港东部啦，喺呢个 East Coast 咁因为咧，香港嘅东部嘅海湾咧，系一个暴露嘅开放海洋。 同埋亦都係有一個比較長嘅趨程嘅，係一個 e x p o 嘅 open sea 啦，同埋係有一個嘅 long e r fetch 咯。因此啊，呢啲咁樣嘅有利因素咧，係容易製造呢個破壞性波浪 destructive waves 嘅。啱啱講過呢個海洋侵蝕啦，咁亦都係有唔同種類嘅，亦都係啱啱頭先咧講嘅嗰四個。咁地貌方面啊，香港係會揾到呢個海崖同埋海蝕平台啦，sea cliff 同埋呢個 wave cut platform 啦。 喺呢個果洲群島，咁果洲群島就係由呢個凝灰岩組成嘅，然後仲有南過水啦，就由呢個頁岩同埋粉砂岩組成嘅。跟住啦，C Cave 同埋侏 o 啦，咁喺香港嘅果洲群島嘅 Y 洞穴係揾到嘅，就是、凝灰岩組成啦，又係即係吊中洲啦嘅侏 o 就由呢、这個都係由呢個凝灰岩組成嘅。跟住啦，C Arch 海石拱。 就喺香港位于呢个沙头口山咧嘅沙头口洞穴，亦都系由凝灰岩组成。同埋啦，位于鸭洲嘅鸭眼，咁但系呢个咧就系由呢个角砾岩 （breccia） 咧去形成嘅。C-stack 咧，海食柱咧都系喺香港搵到嘅。咁包括系破边洲啦，凝灰岩形成，同埋呢个嘅筋流石，由呢个嘅页岩同埋粉砂岩形成嘅。 咁今日講呢個外部作用點樣去 shape 到香港嘅一啲嘅地貌呢？就講到呢度先啦。希望呢條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哋。咁我哋下嚟片呢，就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